知不知道，我把你的尸体拿去喂狗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我不可以死，我不能死在这里。我的遗言就是，我想要你陪葬。让你血脉喷张的暗黑美学，敌人情绪在你的控制之中是最高深。任达华、水野美纪、郭品超，中港台日跨国制作，《蝎子》2月8号卫视电影台全台首播。